泰山区的同心公园可以说是里内的骄傲，公园得以维护得如此的完善，要感谢里长夫妇和辛苦的志工们。志工们除了维持清洁，连回廊的屋顶都可以自己动手改善。泰山区同心公园拥有两座浪漫的回廊，为了让种植在上面的植物可以生长得更好，志工自己动手改造，让原本水平的屋顶变成了圆拱状。它起身都是平的嘛，那里长他做这样，做高桥做圆拱嘛，但是那个太高了没有办法上延伸上去，后来就是爬上去啊，一条一条跟他拉上去，所以说今年就开得很漂亮。所以那个顶端的那个圆弧就是有助于植物的生长。对啊，就是说你它的花它的面比较大嘛。开花开起来比较漂亮。虽然自己本身就是志工队的一员，但是他更推崇里长夫妇跟其他的志工，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无论晴雨不分早晚都努力的维护而深受感动。我是看他们这些志工哦，他们这些志工真的很辛苦。你看啊，这边这个公园是重点公园啊，附近的那个社区啊都会来这边运动啊，很难照顾，难得这些志工啊，天还没亮啊，五点、四点半、五点哦，就来清扫了。天亮了就已经完全弄清洁了，所以很多那个乡亲、里民过来说：“哦，他没有见过公园这么干净的。”真的，这些志工真的很辛苦啊。回廊上目前主要栽种两种花卉，分别是前阵子相当受欢迎的蒜香藤，以及大约在过年前后会满开的炮仗花。志工们欢迎大家届时前来赏花。记者沈仲林景于泰山采访报道。